阿农说故事，父子卖谷。从前有两父子，带了一只驴子上街去卖。他们跟在驴子后面的时候，被人嘲笑，说有驴子不骑是大笨蛋。到爸爸骑上驴子时，人们骂他不爱护孩子。到孩子骑上驴子时，人们又骂他不孝顺老人。两父子一同骑在驴子背上，立即被骂虐待畜生。最后他们把驴子捆起来抬着走。在经过一座木桥时，倒挂的驴子看见下面河水滔滔，心一慌，猛力挣扎，结果扑通一声掉下河去，活活的惨被浸死。这个故事你大概听过，下面的事情却只有阿农知道。两父子在驴子死去后十分懊悔，发誓以后再不听别人瞎说，做事要有自己的主意。那天他们抬着一箩谷子上街去卖，村口碰见70岁的老汉。老汉说：今天天气不好，雨打湿了谷子，怕没有人肯要，最好等一个晴朗的日子，那时再卖不迟。两人对老汉睬也不睬，抬着谷子到城里去。走到半路，天下大雨，箩里的谷子全湿了水，变得很重很重，抬得两人气喘吁吁。前面来了一个小伙子，告诉他们说，河上的木桥已经不稳，抬这么重的东西过去，怕有危险。两人的耳朵好像聋了，抬着谷子继续向前。谷子抬上摇晃的桥面，松动的木板发出格格的声音。当两人走到桥的中央，一块木板忽然断裂，父子连人带谷掉进河里。当两人终于爬上河岸，湿淋淋的爸爸对湿淋淋的儿子说：别人的话似乎不能完全不听。